好，各位老铁看一下，我们装盘完成，看着是不是特别的诱人。好，现在我们为大家尝一个，看到了吗？非常的漂亮，我尝一口，真的很香，细腻软糯，入口即化，非常的好吃。你学会了吗？如果你还没学会，我就拿着豌豆去你家。今天我们的视频就分享到这啦。如果本期视频对你有所帮助，请帮忙点赞、转发、收藏，非常感谢你的支持。我们下期视频会为你分享更加精彩的内容。